你告诉我，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？你现在绝对死定了。接下来呢？什么流程？祭天，祭告上天，永保长年。不用了，结个婚不用跟老天爷说了，祭天也免了，赶紧洞房。接下来什么流程？面见城主，以告父母。直接洞房。不顺父母者出，膝下无女者出，不安于世者出，凶悍妒疾者出，身患恶疾者出。搬弄是非者出，不合规矩者出。这七条是花园男子的七出之罪，韩某已经背过了。受君，这也是花园城的习俗。新婚之夜，谁将男子的面巾取下，男子就要追随于谁，易主视为不贞。这一条韩某也可以照做。荒唐，你们花园城怎么可以如此约束男子？女人在玄虎城什么地位，男人在我们花园城就是什么地位。你个白吉，入乡随俗。这又是何物？手工纱。哎，放肆！韩某与三公主成婚，为的是缓和玄虎和花园两城的关系。什么福德、面巾，韩某都一再忍让，尔等却步步紧逼，简直！欺人太甚！少君，这会儿点什么手工纱呀？这会儿点了洞了房之后，还能剩下什么呀？哦，你家手工纱日抛的呀？是是是，三公主，小的这就告退。韩少君，哎，少君，韩少爵，我们是走个过场呢，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啊？大婚之夜，怎么能少了喝酒助兴呢？交杯还得注意姿势，喝有毒的那杯。三公主，你我昨日有缘初遇，今日就要结为夫妻，之后定当相互扶持，同甘共苦。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早点回家了。干了。少君，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扫了三公主雅兴。不好意思啊，重来一次。干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是按照玄武城习惯的姿势来的吗？面纱没沾是吧？真麻烦，翘这么紧干嘛呀？怎么是你？你不是说你不演吗？韩某不知三公主何意，难道
是怀疑我在酒中下毒？酒里有没有毒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还跟我装？行，没毒是吧？来，跳一杯吧，咱俩干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得带走你。来人！来了。跟你说，三公主，有何吩咐？把他吊起来，他喜欢在上面待着。吊起来？三公主，你大婚之日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城主知道也该担心了。您三思。不惹麻烦，他就不担心了吗？再说了，今天不是我惹麻烦，是他要下毒杀我。三公主，此话怎讲？不信是吧？你们不信是吧？好，我证明给你看，这两杯毒酒就是证据。哎哎哎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死在这儿，你也别想活。把毒下菜里了是吧？有想法啊，特别有想法。三公主，此举何意啊？我看你还能把毒藏在哪儿？闲了，难道毒药抹嘴上了？你挺会给自己加戏啊。现在绝对死定了！子然，一会儿我死了，你就五马分尸，诛他九族，明白了吗？韩少君，你为何不辩驳？你不要听他辩。子然吧，我现在看你已经是好多个你在这晃一会儿，我感觉到毒性已经运行到我大脑了，到了晚了都也比不足了啊！我给你，我给你用，都，你都躺一会儿。这毒药后劲儿挺大哈。快叫大夫！夫君，三公主。